十七世纪，青花，那个缠枝莲花纹，这么一个冠，啊，没有盖子，口沿是绛口啊，口是绛口，青花着色，哎，很漂亮，很明艳。那风格呢，应该都是顺治的，所以顺治的。轻妙有好有深蓝的，艳丽的也有浅淡的，带灰的里面呢有中间有这个接缝的接两个接起来的纹饰它这个缠枝莲花的相当饱满，那个那叶子都很大的，这个也是露白边，每一个来说。高度刚才已经说了33公分，啊，那个底足你看看，底足是平足，底足平足，有火石红的斑，整个这个器型啊，都啊，那将应该是个将军冠吧。这个将军官应该是个，里边看看，中间有条接缝，就是这样的。再看看底。山顶火烧红的，这青花都很艳丽的青花，艳丽，非常艳丽，17世纪的，你看，有点啊，这个吹毛兰的，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